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。赵雪，今天赵雪从我家搬走了。玛丽，昨晚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他一个人住很害怕，我准备过去陪他一段时间，没有我在你要开心哦。我知道了，把小皮出去，所有的路上还是人家我的好朋友。跟你一起陪你朋友啊，玛丽，你不能这样总照顾着我，都20多岁的人了。你放心，我很坚强的。没人疼的孩子才需要坚强，你有我在，不用逞强。玛丽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。今天笑不？小狗过来帮忙，这疼不疼？这两天啊少活动，你看药你得按时吃啊，你要在雨中发疯。哎，老鼠，哎，玩不起了。从密室逃脱回来吓得不敢睡觉的是谁啊？你吃自助吃到吐的时候还没说呢，那你还不关窗吓得出来，还弄一脸鼻涕呢。玛丽，你生气了？你别，啊，我进去了啊，东西找不到了。哎，找什么呢？我找台阶下呀。啊，那好吧，我不找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我的闺蜜要结婚了。玛丽，你来了。有个礼物给你。嗯，就是。2012年初次相遇，你挡在我身前替我解围，那时候我就开始决定要照顾你。之后我一直锻炼自己，让内心强大起来，但你却调皮的把我房间刷成了粉红色。2017年当我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咯噔一下，本来我想保护你的心思变成了祝福，而我也用实习把与你有关的记忆做成书了。2019年我把公司和我都搬到了你的城市，只是想陪在你身边继续照顾你，因为换做任何人我不放心。所以选婚纱这件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自己了？穿这个，做我的闺蜜，你值得最好的。那我以后被欺负了怎么办？他敢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我有一个总被忽悠的闺蜜。玛丽，咱今天吃鱼，但是鱼出了一点小意外。这跟拖鞋一样大，结果他一起送来了这个。你可真行，我这叫勤俭持家。哎，我真要跟你说了，拖鞋我买了，之前看过那个限量款，超便宜，发货特快，马上就到了。我太难了，咋了我？一天天净给我找事，外面没事，外面也没事。外面的世界很复杂，永远想让你做单纯的小朋友。玛丽姐，你买鞋子干嘛？还非得用快递盒穿？1.83米，穿37吗？快递都到了，我替你收了。你。是我太敏感了，哪有那么多坏人？你藏了什么呀？没什么。那你快来试试新鞋子呀。哦，给我买的。不然呢？我在图上买的，优惠券还有达人教你穿搭。鞋子吗？我不舍不得。那这个给你。人间值得，你也值得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我有一个爱做梦的闺蜜。玛丽，我，哎，不对，这一幕好像在梦里出现过。刘海太香。螃蟹，你还想吃啥？想吃红烧橘子。你想得美。红烧橘子。微微手，帮我安排一个顶级大厨，牛排、帝王蟹，还有。玛丽，我太厉害了，我真的弄过，不要装着我，我为什么这边来了？厉害，我真的。您好，您的餐。红烧橘子，真有这道菜啊！你吃吗？你喜欢的，我怎么可能只让它出现在梦里？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。你有过哪些人生的高光时刻？玛丽姐，你这皇冠是哪儿来的？我的大伞。
我先总决赛了，甄选。玛丽，恭喜啊！去医院。我知道你为了那一刻努力了多久，你来，我给你的听茶。这个时候为什么状态不好呢？里面有芦荟多酚粉，是多单硬的，不仅有效，成分越多越好。这里库拉索芦荟原汁排第一名呢。你也是我的第一名。后来你有去参加那个比赛吗？有啊，都是他给我办的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今天我生病了。你刚才做的什么呀？早上你怎么没喊我起床呀？你是生病了吗？你别动，别动，我来照顾你。我记得你之前药给你放这儿了，把水喝了。药给你放这儿了，把水喝了。我也没说。喂，玛丽生病了，她都是我来处理。开会提的项目具体让你确定。嗯。可以。我以为照顾人这件事很容易，想像你照顾我那样照顾你，没想到你做的远比我看到的多。你看我干嘛？本来大家都是小姑娘，你却为我变成了你的超人。你躺下，你躺下，我上厕所。原来超人也有不会飞的时候。叫胡玛丽，身高183。玛丽，你有没有为了谁放弃过什么呀？玛丽，我冰箱用到了，我给你放这了。嗯，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？不去了。有在国内陪男朋友吗？那也好，你们两个做饭，我就安心回老家了。爸妈都给我安排好工作了，快接呀，给他个惊喜。喂。我有好消息要跟你说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留学申请下来了。考虑了很久，还是想出国发展，没办法在国内陪你，登记前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他都不知道你为他放弃了多少。走啊，回家。你不是存在了。不去了，我留下陪你。兄弟啊，弟，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去找男朋友了，我很舍不得。都多大人了还哭泣。我陪你去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今天来见个新朋友。两位第一次见面，先介绍一下，这边是胡玛丽，这边是赵继轩。好久不见。介绍一下，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我工作很忙，忙到没时间吃饭。我叫赵继轩，最大的爱好就是找别人吃宵夜。为了友情，从北京到成都1800多公里，还得包他的吃和住，没办法来吃，还是来深圳的时候试一试。家里不开火，除非那个人想吃自然羊肉的。他生病，我也不舍得讲学着照顾。赶紧跟他说，有我在，你不需要逞强。可前段时间大吵一架以后，先走了，还回得去吗？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今天有个特殊的聚会。你发哪去了？这么黑。玛丽，同学聚会你真的要去吗？明天运动会，全体穿白鞋。妈，学校要求买。没钱，一天天就找臭美，就找臭美。昨天不都通知了吗？故意的吧？可能穷，没钱买。哎，又脏又穷酸的，皮肤也那么差。你干嘛？别理他们，看我的。你看，这样就是白色的啦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样。用这个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，最适合你这种大花毛。乌家牌出小气泡，鸡皮肤就是这样洗掉的呀。还有绵密，还有天津的果香味儿。这么多，你忘了吗？那同学聚会我们还去吗？当然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。自从赵一雪搬来，同学没睡过一个好觉。又怎么了？我就知道你也不困。来，这个。
我看。我跟你说嘛，最火闺蜜照大赛，听着就是给咱俩设计。你就收拾一下，定好妆，咱俩都没有一套像样的闺蜜照呢。参赛者需长短发各一名，你跟谁去？那好吧，那你去了呗。起床，玛丽，不是要拍照吗？等一下，要忙一天，别晕妆。定妆喷雾，秋冬宝是用这个，水润不卡粉。快来。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今年的圣诞节你准备和谁一起过？喂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今天啊，我陪男朋友过节啊。哦，那你在哪儿啊，玛丽？我加班。啊，你不在家啊？嗯，辛苦了。习惯了每年圣诞节都是我们一起过，忘了今年她有了男朋友。哼，好事，好事。啊，你不在家啊？你在哪儿啊？你下完班了？大圣诞节了，你就把男朋友扔网吧了？啊，他一个人可开心了。没良心！我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你飞机几点到？我加班，让刘秘书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都多大人了，自己能回去。别把我总当个孩子想去了。玛丽姐，几点去接西雪？不用接，她自己回去。太晚的话，外面会不会不安全？多大了，自己能回。能有什么不安全？飞机早落地了，信息也没给我发一条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。太晚的话，外面会不会不安全？手机为什么关机？大病出事了谁管你？不知道别人会担心吗？我来公司找你呢，想带你爱吃的烤肉里面上去，手机没电了。行了，大家。我的烤肉面呢？啊，不，那这个是你的。真拿你没办法。叫胡玛丽，身高183，去年和你一起跨年的人，今年。还在吗？我希望以后每年的跨年夜都跟你一起过。那你要是有了男朋友呢？男朋友情人节呀，跨年他瞎吵了。哎，愿望呢？说。哎呀，愿望说下就不灵了。玛丽姐，今年也赶回去和吸血逛。嗯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。因为天气的原因，航班暂时来不及了，开车回来。失去太多了。你知道。新年快乐！我希望你能一直陪着我，但不只是跨年。祝刷到这条视频的你，也遇到那个无。